我看到那时候是社区服务比较高年一样，这道跟那港埠的年哦，因为正起来住，那个自己屋，看对面就是人的厝呀，这道也风景真舒服，所以人拢总我相伴，我徛伫东边呢，较侪拢总我相伴阮，但是这道如果是你看到伊人，我讲家己讲拢总是平语话，你看呐，达哥达是大家区。 这边的全部都是老人家，他们要 relocation， 所以现在这边的屋子只有差不多58间有人在住而已。我住达哥达已经20多年了，住这边都是靠近 MRT 了，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，有感情了，这边很多人大家一起玩，有玩什么我们就去通知他，通知我，通知他咯。我徛58年了，这边很多朋友嘛，全部认识嘛，你搬了别的地方不认识了咯。 没变啦，不舍得也要走了。我住在这边50多年了，<笑>我们在这边玩到大的嘞，这边跑来跑去捉迷藏啊，这些全部。小时候玩的就是这样，以前都没有电脑，没有什么。这边毕竟从小到大嘛，比较有感情啊，日子住了，而且这边的环境啊，这些全部很好。 在达哥达住21年了，还是留恋这边。那时候我还没有搬来的时候，因为听人家讲这边的屋子是不错啦，所以每次想呢，就跑去看，真的给我拿到这里了，真的没有想到嘞，这样我就很高兴哦，我怀念是这里咯。楼下有一个打扣扣啦，那个扣扣米，啊，那个扣扣米是住楼下的嘛。嗯。人叫我做咩？你叫我名嘛？去做面咯。 我去达哥达，爸爸就请人去老人家表演咯，然后老人看咯。我是新加坡达人呐，不管马来西亚，我是马来西亚一款，一播了我贴了哦。我们每次来这里哦，都是跟他们谈谈天，自己 volunteer， 这样我们都有心来跟他们一起吃早餐嘛。学校很好，是每个人2个礼拜请我们吃的，照顾我们老人家。 哦，干嘛？啊，最重要是我们现在到明年啊，继续这样 happy happy， 不需要担心明年的事哦。我们一天一天 happy happy 是最重要的。达哥大外出，我抓不了喽。达哥大外出，达哥大老地方。